现在开始喽！起来人生路，西瓜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今日要为大家播送的是《这个红云》精彩的大结局。上个戏咱看到，孟鸾感觉将大出世的囡仔留在家己的身边太危险，就决定将囡仔送到张国忠的府上。但官甲太子送到张大人遐，张大人知影代志的前因后果以后，就决定将这个囡仔留落来，并将家己大出世的囡仔和但官抱去和西宫催婚。那这个囡仔差一点啊，就和西宫害死。好佳哉，最后被人搜救，总算是有惊无险。西宫并无就安尼收手，伊欺骗皇上讲，孟鸾将家己所生的太子亲手催死。那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悲痛，一气之下便决定将孟鸾处死。当中感觉代志有古怪，就叫皇上三思。只是伫悲痛当中的皇上根本就唔听劝说，到底孟鸾是不是死里逃生呢？摧毁野心是不是得行？接下来剧情到底怎样会发展落去？我们给讲，咱到底来看戏。
今日马办不相亲，问题天下花无休，不是高一数马停哈。孩儿，下棋之言养在何处？娘，你那老祖宗下棋吗？快快给我讲去。娘。天家，这是一言难尽啊。张天家，天家了，你为孩儿，阿金啊，将军妈妈，恁都来救伊阿姐。哦，参见一家阿姐。哦，有小孩，乖乖，免了，免了，一家子。陛下，那你就随老臣前往金庭太地。以后天家头前道路，陛下随来。请。
头降过两天，莫非官兵到到，我要是失手动手。
我乃是刁定金芳，恐怕连累小姐重伤。哎呀，白白拢是金冤，阮小姐一定会甘愿。来来来，你遐等一下哈。有请小姐。老干，你讲得怎样？让我落去甲讲人伊的。伊，唔答应是吗？哎呀，伊答应啦，你赶紧记者买者。伊真的答应啦。啊，你拢赶紧去见见你街坊见，赶紧去伊。嘿，大无鬼啊！进去。公主在上，老家就给你应有礼啦。在下苏梦玲，也还礼了。好好好，拜公告辞。阿恁请，我来去无用者吼。请请哇林小姐，我在山下捡了一个女子，已经救上山来了，将伊带上来。是这处不杀之音，这位小女子，你哪是好人？因何落到这般模样呢？奴家苏梦鸾，苏梦鸾。天地小那要回一笔地瓜一世的好爹就自己应当用意将领了一个奴婢去替我受刑，所以将我放出宫里来，无想在此山寨一天地受益啊。那天地你因何也从此银红山里来呢？我突出重围，又到山海关倒扣高中，可以招人员小姐对我一片真情，欲叫为父亲。小姐，快快见过我的姐姐，娇艳妞妞。见过娇艳妞妞。哎，九小姐，都是独狼之人，何用你出代呢？现在事到如今，人要是继续山寨，招兵买马，日后也好反上惊城。芙蓉宴，加油哩！姐姐，请。贤弟，小姐，请，请。Thank you.
张全家，你来啦！嗨，张全家，今日为何唉声叹气呢？陛下，哈！通财庙下。边关而去，这海里啊，我就高兴你啦。赵全家，为何说出此言语啊？陛下，血死在此，你看遍地。So much.
愧在干嘛阿姨，快快进前，认你父亲。阿爹，你今日怎样讲这样的话？阿姨啊，今日请你出事，恁兄弟要非要将你来送长信，当官用命命大义，何你来换我害你？我的命大也无死，红事。太厉害！你无灵光，来小心，死鬼！快见前你的父亲，我不能，我不能。红素赵天哥错错不怪伊，若是哥我所做错事啊，陛下国中要将我变官而去，望陛下你要顶顶玉体啊！赵天家，我想爱小心啊！陛下，为甚惊啦？孩儿，快快认你父亲去吧！啊，阿爹，哎，阿爹，阿爹，看看我啦！红衣，哼，我不是你囝，我不是你囝，我要来去找阿爹。红衣，红衣，红衣啊！
紧急命令，靠中家打听殿下消息，时无早，咱就细细看咯。哎。之人，等待我回调，再来斩敌干擦。等你回调，你是何人？伊啊，是去吃好地啦。哈，王公快说，且慢。胡龙啊，胡龙唔通心地坚，慢慢计议也未定，要是先还危险。你是何人呢？我是你抓不着，太无心苏文龙。苏公主，公开太恁苏家了。文君，你该死！胡龙，胡龙，你就看在姊姐的份上，将声叫了伊吧。什么？苏爱妃无死？苏爱妃无死？当然无死。太好了，如今。以为车之间，不如咱先帮伊还了三关，杀进红城，然后杀掉干辉、干信，帮伊讨回江山。也好，看在姐姐份上，咱就继续回山，调兵兵马，还上江城。哎，胡龙，请，请，万
岁。娘，且，去家公的，求求求。慢所以等到椒盐娘娘回调之后再斩敢密地客叔何叔椒盐娘娘回调好比去找慢所以椒盐娘娘回调算你上天鸟记慢所以想那椒盐娘娘含王受苦七年今日回调而来慢所以应该下殿迎接这事这可方便啊，羞愧万分，下殿言讲。现在随哥出外见叫娘子
暗差一点，害他去论功行赏，将为请家来。随哥，随哥，甲讲的是姻缘去吧。娘对。感情彼此是最高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那这部戏到这，那就圆满结束。明日要为观众朋友们播送的是《罗通扫白》，那这部戏讲的又是什么款的故事呢？明日中午的十二点，观众朋友记得准时的来锁定的文化室，关注到底来看戏。将会继续帮您分析带来剧情的发展。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咱明日再会。